这首歌的对策特别简单，就是嘛，基本的简单，就是基本的是什么？就是这首歌是第一个，你是这首歌是剑角色，嗯，然后他没有飞行道具，嗯，那答案是这样，你不用自己攻击，对对，因为你太矫情了，就不行了。这首歌的最不喜欢是他的防御，嗯，比如说 Sora 防御了。他真的没有办法，就当然有这样来开始攻击，但是这个这个也还是很难。对，是嘛，这个是第一个，所以意思是先你是防御为主，但是千万不要去只是防御为主是可以，但是不要，比如说 Sora 的位置是这个的吧，然后你是防御为主，然后哎，这个没有来 ，OK， 这样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试试，你是罗防御，一直他不来，我不来，对吧？然后你对，然后再次对，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呢？因为兽哥是剑角色，加上阻止回城特别强，嗯，所以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不防御，成功了还好，哦，没事还好，然后，嗯，有点不没事的话也啊。骂骂还行，不会死，对，六十级骂没办法 ，OK。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，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刚才的我空前是，刚才六十七对吧？这个六十七的空前骂还好，嗯，还有机会。但这个距离的空前啊，那就拜拜。有时候有的角色就真的拜拜。对，这首歌真的，如果你是 easy combat up if jump bar。那就拜拜了。对，所以跟兽哥打的时候虽然防御为主，但是不要在这里等，这里等的话兽哥是很喜欢这样他有太用那个 smash monado 就会对 smash 就可以对拜拜，这个也有对，所以而且他也是空中攻击嘛，所以他是这个之后马上可以这样，这样之后马上这样，所以一般防御为主，但是不要一直变形，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考虑。第二个，这个兽科的对策是有很多，比如说莫纳多怎么处理。但是我说的比较，基本的对策是刚才是防御为主。第二个是最简单的位置，是兽科是空招是非常慢，比如说这个也出来特别慢，嗯，所以刚才的。应用一下，刚才是一直防御为主，但是不用过去，对吧？但是兽哥不用过去的话，肯定他也考虑这样，然后开始过去。但是过去的时候，他输入的攻击是特别特别慢，所以你觉得我会过去的话，你马上对。如果Sora的话，空 A 空前，对这个他会赢的。Sora against兽哥是 actually not bad。对，not。Yeah, it's not terrible, yeah, but it's doable. 对，所以这个场合的话 ，Sora 的话，先一直等，然后你觉得我会过去的时候，这马上你可以开始，对，控 A， 可能控 A 比较好。对，这样的动作比较多一点。对，然后第三个是，可能好多人疑问，那被抓怎么办？其实 OK。对，这个是主要就是除了这种状态的一些连招之外，没有其他的连招。尤其是那个连招，就是低的那个百分比还可以了。对，就是高百分比就那是被抓住了，肯定会对，不是肯定会死，但是有。对 ，smash 状态。对 ，smash 状态就会死。对，所以就一般这个状态的时候，防御多也没什么问题。那防御也不喜欢的话，你是可以先这样来离开一点点，然后钓鱼我的攻击。比如说索拉的话，back jump and fair， 这样的话，可能是我以为是你离开，所以我就想你可以过来这里，可以走这里，然后我就想试试攻击的时候，对，这样的感觉，对我已经想开始攻击的话，也就是比较麻烦的，对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对。然后，这个是第三个。如果，兽哥试试抓住也无所谓。然后第四个，经常会有很多人玩法是这个状态，可能这个状态吧。
这个状态是怎么办，对吧？尤其是对这个状态是什么，一般是挂边上，对，一般你可以一直挂，挂边上，挂挂挂，挂边上是哦，嘿嘿嘿 ，sorry， 这个状态是，这个是会有冲锋，但是你看到大概的情况之上，你可以离开就可以。大概是说各玩的先这个，一直一直等，然后你不来吗 ？OK 的这样的感觉，对。所以就是你可以等一等，但是刚才 Jonathan 使用的是这个，这个不是那么好，对，普通的挂边，对，这个 normal get up 可以。比如说这个时候看看我的动作，然后对，然后那这个之后怎么办，是他有这个状态的时候大家都怕这个，对吧？但是最大的问题啊，这个时候应该是索拉的花会死的，对，所以100以上的时候才考虑是你是抓住有点怕一点，对，但这个也是其实社科不会这里等，大概这里等，所以看到你是 normal get up， 然后我这样是抓住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所以你看到我的这样的动作的时候，对 roll 比较好一点，roll or roll or spot。这个时候对对这个可以，对，当然是社科玩家是如果一one stock one stock 的话，有可能是他假装这样，然后这样也有，所以也是不要每次 roll， 但是大概有会有死的百分比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是这个时候你可以 roll 或者就是 spot， 对，这个是把第四个一个小对策吧。OK， 这个是 shock， 对，反正防御多一点啊。好，